醉了，真的醉了。操，我有点慌了，这还。感谢鸭羽零四送送的100余丸。不会打这个啊，我操。感谢鸭羽零四赠送的3700余丸。哎呀，我操！对吧？我操！你这什么情况？你这是死仗了吗？我在研究亚马逊。Amazon。是什么意思，大哥？有 SFC 版本，有的，但是还没有这个 FC 的好吗？哇，我操！哎呦，我的天啊！哈哈哈哈哈哈！Hello， 冷给忙。Hello， 傻屌。Fuck your face。Fuck your mother。Fuck your mother。Fuck your mother。Fuck your grandmother。Fuck great grandmother。你直接 fuck your family 就行了嘛。哪像你这么做，日全家伙的。那是你本来就这样，你们。日了，他表妹，他能干吗？他不得杀了你？哇哦！哇哦！耶！好耶！我用的巴伐洛手柄。
翻翻了。我操！How much? 99 dollars. What? 元，元元元元，不是美刀。99块钱。No. What?哎呦，还好给他打掉了，我的妈呀！求中文，九十百度，百度有卖的，周星驰是什么鬼了？No.What the fuck? 哎，我为什么要走下边呢？我操，这个得留着，这个用得上。让俺打开看看。什么东西啊？你打开看看，这个肯定用得上。什么东西？我没看到你在哪里，我在哪？我发那个群里边。没发。讨论组。嗯。FC 中英文对照表示很。什么东西啊？大全。What？这他妈的游戏太多了，三不松子叫什么 ？Con Con 什么 ？Cosplay。哎呀，我操！一对王，三个二，三个尖，我打个毛啊！这，有意思吗？这样，噔噔噔噔噔。哟，但我还存不了，听这样，这行。这四个五，这样行，这样就可以。这小马原来是个外星人，我操！我才他妈知道。小马是外星人，外星战将嘛。啊八 Q 五 T，
你在那个游戏里边你看不出来它长什么样。是只马，是小马。放屁，是只马。这儿呢，我给你看看。这你可不远。操！我尼玛，我不打了，我操！搞个鸡毛，全输，还烂的要死，输外星人呢。小张，完，他妈的，这把肯定要自杀了！我操！原来这是个动画片啊！我操！这是动画片啊，《神勇小白兔》。美版的，你可以去搜美国动漫。看见了。鸭子他妈的这样的，这样fuck。能不能换个游戏啊？Hello. What the fuck you? 他那个忍龙三快刀究竟是怎么出的 ？No。跳起来和这个攻击键和这个跳起来按住上和这个攻击键和这个就是施法跳一下就来回来回切换着摁它就能。那怎么再说一遍呢？跳起来啊，不是按住上啊和这个跳跃攻击键两个键切换着你就来回来去这么一摁就行了。哦，就是跳起来一直按着上，然后跳跃攻击切换。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跟忍龙一不一样啊？忍龙一是。但是前提之外，你是在没有忍术的情况下才能，或者说是你在释放无敌火的时候，你可以按出来。哦，有忍术是放不出来的是吧？有忍术你直接把忍术放出来了，杀掉。哦，那跟忍龙一的那个快刀不一样啊？不一样。忍龙一是按住下巴。对。不过反正我也打不来人了。这外星战将的猫好漂亮，哎呦，哎呀，太色情了吧，奶子露露。哎我尼玛！感谢苏达神赠送的200余丸。其实我想从家里边，就是说我在我那屋的话，如果说我电脑弄完，我就想弄一个后边这个整个这个背景，就弄一些这样的东西。但是我找谁呢 ？Fuck， 我这思路是好的。哎，狗蛋儿，那个我们两个去搞一台 NES 吧。我不搞，没钱，太他妈贵了，3000多。你收过二手的才70美元。哎哎，你看看，哎不是发错了，
这个他妈的，这个兔子，这他妈的几个杂交杂交出来的？你看看，鸭子的帽子，小男孩的眼镜。哎，搁这儿？去搜个二手的呗。搜个二手的，你不下去。你买新的，你也要去配适配器。啊。你以为新的看着都舒服？新的现在买不到，新的250美元。哦，3000多。250美元。3000多。你新的那个只是开盒，没怎么用过。3200啊！我操，你妈！要不了3200，要不了3200。PS 4 Pro 才多少钱？给你说要不了3400。感谢 Wanchline 1995。要不了，250美元。新的？几乎全新，几乎全新。那行，250美元不是太贵，1500块钱一个。他是这样的，我那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好像是一个美国佬在出这个机子，基本和带盒，然后带那个，好像是我帮你找一下，在eBay 上面买。我出500，你出1000，咱俩搞一新的。我跟你说，你搞新的没太大用，你知道吧？别老的太坏了，你到时候坏你修都没地儿修。我跟你说，最好就买二手。买二手的就是怕坏，怕质量不好。哦，这里有，不是嘞，429欧元，那卖贵了，那就不是这家。折合下来近4000块钱。我也找一下那家，找一个8星9星。啊，这里有一个限量版。NES 限量版，蓝色壳子的，洛克人的，我给你发过来，是洛克人纪念版，哎，对，洛克人纪念版。我看这个有TMNT 的那个，我操，那手柄都是他妈机龟阵转那个手柄，真的，操，那他妈20000多那个，我操，这个是那个他妈三代呀、啊，这个是洛克人纪念版，这是洛克人三代的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他手柄是蓝色的手柄。你看见过那个机龟的那个吗？我没看到机龟那个，我没看到。我给你找找啊，那个机龟的那个 NES 主游戏。OK， 就到这里吧。